叫做巴查克，对，他是屏东的台湾族，他叫巴查克，然后他就是他的，他现在是军人，对，所以可能最近比较忙吧，所以我最近找他，他也比较没时间，我想说，我也没时间，想说那我就自己来表演这样，对，好，好，下一首歌。下一首歌带来我自己写的歌，然后这首歌的歌名叫做《不想》。对，这首歌是在写，就像，有人听过这首歌吗？有没有听过这首歌？好，没有，那我就再讲一下它的故事。这首歌我是在写，失恋之后，他很勇敢的去承认自己。还是很想着对方，还是很爱着对方，还是很没有办法去接受他失恋的这件事。其实有很多，有很多失恋的恋人啊，他们反而会去讨厌对方，这种讨厌反而会造就还爱这件事会一直往心里面去，所以你可能。你越恨他，你反而会越爱他。那你倒不如把他放下，不带恨，不带爱，然后就往前走。对，好，好，带来这首歌《不想》。拍一下手嘛！好。因为你们很安静。不要醉醉在黑暗中，默默一个人低头。不要哭泣，让眼泪流。哭红哭肿的双眸，是多么让人不舍，让人心疼，又让人自责。是多么让人觉得自己是否还能够生存。要怎么忘记过去，忘记有你曾经的曾经，要怎么告诉自己已有结局，我失去了你。我还不想要这样的放弃你，是我爱你爱的死心塌地，过去的点点滴滴，我没有一点子默契，只是偶尔对你发个小脾气。
情绪有点太满了。好，等一下，缓和一下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对，因为我写这首歌的时候是我没有哭，我没有哭。是我写这首歌的时候是，是我很开心的时候，对。然后中间因为有一段时间是低潮期，我那时候只要想到这首歌，只要知道说有人很喜欢听这首歌，要我唱给他听，我第一句我连弹我都没办法弹，所以这首歌是快一年没有演出，甚至没有去正面直视他。对，好，然后就是刚刚有点走心啦，走心啦，对，好，那我们再一次好了，好，掌声鼓励，来。可是我爱你，爱你。
面还是走心了，有点感伤。对，什么？怎么很不符合我呢？这首歌。